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最佳创意作品的是我眼中的世博。我眼中的世博是来自一个外国友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世博。西安好，耶、yeah, ！好像有位可以说，西安好，好像完全不用我翻译啊。今天晚上很有意思。今天晚上对我来说，对你们来说，对大家说，鸟葬耶，不能鸟。我要感谢你们大家，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国家电视一台的台长 Rai Uno Maria Pia Mirati， 他是一个非常爱中国的人，因为有他我今天有这个宝贝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您的中文也讲得太好了。